子枫，萧承旭，齐燕，音乐，康州，雪夜，李相宜，李莲花，回府，藤府。欢喜否？弟子生平从未知晓朋友是何物，如今才明白什么叫做深情厚谊。殿下接下去要走的是一条罪人之路，无人理解，万民唾骂。陛下一声令下，臣率军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从无二心。应渊军一人可抵百万雄兵，有应渊帝君在，定能保我六界太平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。师门有戒，不得与女子亲近。等我成为天下尊主，仍愿与你静待花开，你便知道我的心意不假。江湖中最快的剑是李相宜的剑，他十五岁战胜血域天魔，成为天下第一。李莲花，传闻中莲花流的主人就是你啊，你就是那个医术非凡能救活死人的神医啊。做人真的很难，但你是让我心甘情愿。明月，你等我，我要向三哥请旨，让他把你指给我。朕曾为了皇位放弃了一切，可如今你跟皇位一样重要，但是本君的人你动不得，我不愿意忘记他。本以为这个法环能约束我，原来情难自控之时，他已无计可施。花开之美，在于等待的诚心。正如不经冬寒，难知春暖。最甜的喜糖，那是留给我的阿敏。到时候，喜宴上，我要给所有人都吃这个糖豆。从前的我，是怨你的事太多。至少这件我要做到。楚玄机，你始终是个没有心的人。断绝而死，明玉，你救我。义父，不是燕儿的错，我求你放过我。转息千遍，眼无天下与你双全之法，只是情气而深，无法流动。因为三界在，你才在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，李相宜，绝笔。